文字的部分我们稍微补充一点点。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行跟行的距离好像太近了，字跟字的距离好像太近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这里呢，你回到文字工具这边来，我们刚刚讲的嘛，你用什么工具做的，就回到当初那个工具点了之后呢，你看右手边前面它文字工具就跑出来了。那么现在这里面有行距啊，这些现在是暂时不能用，你必须要进到里面去哈。什么叫进到里面去？你看一下，平常如果我在用文字工具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一点，这样就是打新的字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要编辑一个字的话，我们是这样子，你移到它的上面，移到字的上，你会发现那个游标长得不同。里面游标里面是一个小的心，啊，电脑里面有一个小心，按右键编辑文字。那因为我是全部要一起设定，所以就 Ctrl 加 A， 对不对？全选的。有没有发现这边的样式现在就可以设定了？有没有行距啦、字距啦？那就跟 Word 一样啊，行距分大一点，字距大一点，是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挤了。好，因为有时候太挤的话，你文字太挤，人家看，尤其字比较多，人家看就不容易哈。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确定，你把位置设好。这边加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还有一只蝴蝶要进来，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层，底下有没有这只蝴蝶？其实才是这个作品比较关键的地方。那跟刚刚我们把各位你们从那个网页上的书到的，还是说用那个书法家的做出来那个意思一样，它是用什么做的？那因为你看哦，你看我们用它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它粉色的字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找到这只蝴蝶，蝴蝶里的蝴蝶事实上就是这里面的路径里面的，把这里面更多形状可以找到。你可以从这边找，也可以从哪里找？从百宝箱哈，你找一下百宝箱。万一你百宝箱关掉的，就是右手边这个，这边，这个，抱歉，这个。这个就是百宝箱，好，你把它按一下，它会再打开哈，按一下，有没有百宝箱？那它在哪里？资料库里面，资料库里面的这个形状有没有？第一只就是了，所以我先不用啊，你挑你自己喜欢的，我只是告诉你我饭店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好，你喜欢小鸟，喜欢不低，花大会买的要进。哎呀，把它丢出来。好，大小怎么调整？你丢出来之后，它就会自动跑到这边，有没有变形工具？好，那预设的话呢，它会是在调整大小，所以你可以先把你的大小先调整好。它爪夹、它这夹都没有进。好，那旋转方向呢？旋转方向怎么旋转？你看它的属性列上面，预设是调整大，有没有？旁边是就旋转大方向，好，你把它按一下。好，我们换一个我们喜欢的。好，假设这个方向没问题的，那重点来了，它是这个颜色，可是人家做出来是这个颜色，怎么办？来，我们来找个东西给它哈，你到图库这边来，你可以找你喜欢的哈。你看我们在填充里面有一些这些，你看相片啊，还是你要用填渐层啊，这都没关系。好，那我是填找，我找的是下面这个莲花。好，我就把它丢给他，你看看丢给他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那朵花变成套上蝴蝶这个遮罩了？大家了解意思了哈。可是你套进去之后，还有一个地方要改变，什么地方？混色模式。好，你今天有的形状，有的这样的填色，我们还有一个混色模式，就是跟你刚在做那个字一样，你看这里是不是全部？全部的话就代表说我颜色都不改变，是完整的叠上去的，各自独立的。那么你在这边呢，你可以尝试用不一样的，你看看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只有色相跟彩度，看看效果如何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有色相，哎，彩度，有没有变化出一些东西来了？明亮度，哎，明的暗的。哦，你可以用这个重叠，对不对？感觉都不一样。好，
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强光。哎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样效果喜欢的是太强，你可以搭配透明度把它再做一个调整，这样会不会的？那么最后，其实我在里面应该还有做一个衣领，好，衣领你只要按右键就有了，打个勾，这就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看衣领，那这里面呢，你就可以找看看你觉得你比较满意的，看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满意，把它做上去就好了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如果你做好了，你可以来这边把它存档。原子档就不用存了啦哈，你就留那个储存，啊，这个我不能直接储存，我要另存来储哈。好，另存，存成 JPG 或者 PNG， 好不好？那你们再传到网络上，好，我一样会把那个各位区我把它打开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